林心如参加活动镂空上衣穿了跟没穿一样，网友胆子也太大了吧。近日林心如一身镂空上衣出席活动，只见镂空上衣内的内衣都看到了。现在的明星穿着也真是越来越大胆了，虽然今年的林心如已经有40多了，但看上去还是一点也不显老。远远的看过去还以为这是没穿上衣披了一件渔网呢，而林心如则是丝毫无畏的走上台，并且与大家热情的打着招呼。走近之后细看之下才发现，原来这并不是镂空的，而只不过是肉色的原因，让人看上去还以为是镂空的呢。不得不说这样的装扮太有挑逗性了，而林心如也像一个少女一样不断的摆拍住。不得不说已到中年的林心如还有这样的身材与心态，真是相当不错的。这样的她你喜欢吗？